如果你嘗試去了解你的另一半，你會連他一些生活上微細的習慣都會記得，就好像出門口之前他可能會先喝一杯水，又或者他出門的時候一定會記得帶一件披肩，這些這麼小的習慣你都會記得。我覺得最舒服的關係是兩個人都會互相尊重，對對方坦誠，凡事都會為對方著想，體恤對方的感受。默契是兩個人不需要講嘢都會知道對方需要啲乜嘢，諗緊啲乜嘢，感受係乜嘢。相處其實是雙向的，兩個人要懂得配合對方，凡事都是在他的角度去思考。